市的妈妈，你即马就甲我过来。迄件代志，我需要好好啊甲你讲。好，我即马随挂过。杰森现在应该是在准备国际商会的事情，你有时间来这？你不来？吴丽，我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。杰森啊，我都不知道你在新加坡这么出名，你看这顶头写的一夜情玩咖 Jason Zhang 说：“天下没有我搞不定的女人，所有的女人都是美丽的花朵，我就是那个爱花的采花人。”不，有脸，那是我的心不掉，我白白啦。奶奶，你讲，刚刚哦，你跟我相信一夜情，嘛是为相亲主动的哈？我跟你讲哦，我相信不是一种未见晓的查某囡仔。一定是你强骗，或者是诱拐伊，对无？我绝对袂去哦，变强查囡仔，我嘛无可能会做款无骗的代志啦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是阮湘琪主动的？是啦，虽然哦，冇变个讲是完全是安尼啦，啊不，差不多差不多啦。你变强，你讲笑，你讲笑，我讲你讲我的意思，我查某囡，我是愿意不甲你了解的呢。阮湘琪哦，真爱天宝。我知啊，一定是你哦！趁伊啉酒醉的时阵下手，哎，才是讲哦，你用什么卑鄙的手段来给伊欺骗？我想起哦，才跟你做这种没见笑的事，你就怕你，你个国王公子，你个靠！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拄则看遐报道，确实是真的无假。阿哥，我从来拢未强迫查某囡仔跟我做伙。其实哦，伊阿妈一整天。我警告你哦，我阿伯不准你甲别人讲这件代志，一点点啊嘛袂用的。阿公，你嘛不准甲湘琪有任何的交叉。你若是违反这两件代志，我看你一摆哦，我都打你一摆。啊！我保证，我绝对袂甲这件代志讲出来。阿公，我以后拢袂甲你组建任何交叉啊。这个代志都是纯属意外的。阿哥，内底是所有相关的资料，你通交媒体爆料，难怪深爱会记，所以你袂使甲对方讲，这内部消息是我给你的。哎，老师啊，哎。老师，你不是那个露西妈妈？哎，你袂认得我，捉去啊！露西，杰克，你是拍电影啊？什么露西？勇哥！对啦，我就是勇哥啊，露西啊！二十几年无看到啊，啊，你感觉拢无变啊，依然这尼啊水着嘞，哈哈哈。哦，歹事，我接一下电话吼。喂，哎，玲玲啊，安娜。哎呀，歹事就歹事啦，你让爸仔囝哦，安尼等这尼啊久着。你甲讲，你甲讲，我还佫讲着，我那咪是随机个啦，吼。啊，无你啦。你叫翔哥哦，听一下电话，我直接甲伊拨回去。哎，哎，翔哥啊，歹势歹势啦，我拄着你外口哦，都是拄着个老朋友啊，唔只吼，甲伊加讲几句啊话啦，哦，互你等遮尔久，哈哈，歹势我那边随机啦，啊，你要啉啥物酒哦？你先啊叫，你先开来啉啦，哦，我马上就去啦，好，歹势哦，哈哈，哎呀，勇哥，嘿，啊，你拄只讲迄个翔哥是不是姓蔡？你也知哦，啊对啦，伊叫做蔡朝祥，啊，足爱升股票嘛，足爱赚钱的啦。哎，你也捌伊哦？可能是以前一个人客啦。好，那也才拄好哩啦。哎，那呢，
你敢要二摆甲伊拍些招呼，互伊惊者啊？你拄只讲因查某囝冇来哦？哦，有啊有啊，啊就是因为哦，伊要讲情，你唔再把因查某囝带来啊？啊无哦，翔哥哦，那有可能互因查某囝走入来只酒店的啦？我得看，这是天公伯阿在可怜我，才给我一个会当见着查某囝的机会。安怎？你要跟他入来无？好啊，拍子拍子拍子，翔哥啊，哦，你等这么久了啦，哦，啊，就拄只伫遐门下口的时阵哦，拄个拄一个老朋友伫遐开讲啦，啊，煞来讲讲这种，伊讲甲你做好熟识的啦，所以讲我唔知顺便邀请伊咯，来甲你拍一下招呼，我下次见。哎，来来来来，一碗一碗一碗，来，吃吃吃。哎，哎，阿婆。啊，无你起来要创啥？翔哥啊，啊你哪安尼讲咧啦？啊你老子是倒要去得失到你啊？哈！我即卖是当得主。啊好啊，得主得主。我听有啊，这就是一个妈妈桑力争上游，翻身一变变成总裁顶座兼小三。我刚励志，引发人情